册王菲和三个孩子温馨同框的瞬间，一组珍藏的老照片见证玄机。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和乔治王子的温馨照，凯特王妃满脸笑容，乔治激萌的小表情实在太可爱了，尤其带笑的眼眸简直太萌了。凯特王妃抱大宝乔治王子，面对着毛茸茸的礼物，小王子的小表情明显是愣住了，模样呆萌可爱。凯特王妃看向大宝的眼神好温柔。英国威廉王子手牵着大宝乔治王子，黑色手推车中的是二宝夏洛特公主。凯特王妃一身白色的套装尽显英王是明月版，这画面温馨感十足。英国威廉王子、凯特王妃、萌娃乔治、夏洛特的温馨同框照，乔治小王子手撑着下巴，模样激萌可爱。夏洛特小公主小小年纪却非常有范，颇有她妈妈凯特王妃的气质，简直太可爱了。英国王室公布了路易王子洗礼后的官方照片，凯特王妃抱着三宝，乔治王子对着镜头模样呆萌，夏洛特公主这动作也是个古灵精怪的。而且凯特王妃的娘家人也在。当地时间7月9日，王室为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和第三个儿子路易斯小王子举行了洗礼仪式，这也是小王子路易斯出生以来一家五口的首次同框，温馨感十足。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